电视台。答案是，记得丝瓜先生是对的，要把地头剪掉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山上有种丝瓜，那个冰起来就是上面如果要吃才去剪嘛。那如果你提早剪，因为它太熟，他怕它过大，对，剪下来之后，我妈一定是放在那个勾衣桃下面的。对啊，而且我有经验哦，我曾经试过放在阴凉处跟冰箱，冰箱特别容易乱，好不想喝。丝瓜清凉退火。消除的丝瓜皮怎么处理可以改善青春痘？哦，请可兰示范做法。哎，怎么改善青春痘？问我就对。看我皮肤白泡泡，又明明没有长过痘痘的样子。好，其实呢，就先把我们的丝瓜皮，有点厚，好削下来。那你看哦，它削下来的时候，上面会有点黏黏的，就是它的丝瓜露啦。那丝瓜露呢，再放到水里面，稍微把它浸泡一下，拿来洗脸就可以改善青春痘。哇，这是做法 A， 那请齐慧示范做法 B。要怎么改善青春痘，就要用我们这个丝瓜皮，把它削成一片一片的薄片之后，接着，好像在撒海苔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好像小黄瓜，敷在脸上就可以有作用，所以呢，也可以用丝瓜皮敷在脸上来改善你的痘痘哦。好像也不错哎。答案是丝瓜小姐是对的，好吗？丝瓜水吗？不是讲丝瓜水吗？一般的丝瓜露啦，是把丝瓜切一个斜片，然后让它慢慢滴滴丝瓜露出来。那如果是水的话呢，你就直接把皮拿下来之后，跟水稍微拌一拌，稍微泡一下，不要煮哦。稍微泡一下，然后用那个来清洗就可以。所以里面有细菌还是？不是用原汁就比较好。你看它削下来，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原汁。它削下来之后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外面的丝瓜？对，很明显看到这些。对啊，这是原汁啊。这个就是对皮肤很好。对啊。对。所以那水里面有氯，所以不要泡水，直接用这个。台湾的水没有氯。来，请可能公布一下这个阶段的积分是多少。这阶段的积分呢，吴文姐是三分，阿布也是三分，但是雨妮姐只有一分。好开心啊！小虾米，谢谢老师，很好奇。老师，你闻闻嘛，我觉得这个我讨厌吃丝瓜，我讨厌丝瓜，丝瓜比那个水梨还要难闻。差不多了，可以啦，就虾米丝瓜的味道，丝瓜的味道还好了，你来喝一小口就可以了。主要是虾米比较腥，比较腥。好了，可以。哇，你刚才他那口下去，他肌肉都出来了。看到绿巨人浩克，他变身了。好了，处罚就处罚了，马上进我们的健康上菜。哇哦！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冬瓜炖排骨。哇哦！我们今天用的是肋排。哦，那当然，你有任何的肉类的部分，你要做汤，我的经验是先穿一下，一定要这样，比较血水可以穿出来，汤呢会比较清。对。好家常的菜名哦，很家常。好，你现在排骨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过水了。嗯。你排骨好大一只哦。这是肋排，肋排一般是会拿来剁，没有剁。对。好，把它放到锅子里面来。我通常都会用在冷水再洗一次，不需要。可以洗啊，可以的。那其实烫过之后，因为我们今天烫了之后，把它捞起来就好。话说是这个回合我喝不到吗？哎，对。是啊。那我在这来着，那么学嘛，运动加精神，你都会煮绿豆汤给阿健老师的，你也有可能煮这豆汤给他。哎，这是两颗蒜球，直接放进来。我没有。哎，你看我看到不一样的地方，不是要放姜，没有放蒜球。蒜球，其实这个做法有点像什么？像是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肉骨茶，白色肉骨茶的做法。了解了。哦。黑胡椒哎，特别哎，还有黑胡椒粒耶。对，两匙。这么多啊？对。它已经跟你不一样了，它有点辣。怎么从蒜放下去我就知道输了？那个肉骨茶在新加坡吃就是蛮多胡椒味。可是这样子小孩可以吃吗？你可以胡椒量少一点。OK。对，冬瓜带籽。哦，要带籽啊！刚刚不是讲带籽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都不带籽。对啊，所以我才选错啊。目前放进来都了解吧，没有什么难题吧？啊，没有，没有啦，都很简单。不知道用意在哪里，就是说哦。这样子把它放进来，然后水。真的，这时间这样子，对啊，真的
跟你的那个冬瓜排骨汤差太远。没有差太远了，它你看既没有姜，也没有蛤蜊，我顶多就多这两个，然后其他都没有。把它整个放满之后嘞，你只要把火打开，哦，把它放匀，火打开，等它滚的时候转成小火，嗯，好，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，你肉的熟度是你要的熟度，它几乎就完成。哦，对，那我现在这边有，这个是我教你的做法，但是我有半程。很快，把它端上。那这个那个詹姆士大厨啊，那个需要那个吗？加一些调味吗？先不用就好了吗？先不用，都不用。OK， 因为你放了，你如果放了盐巴，太早放进去，你的肉会硬。可以试吃。当然不行，可是我可以先让你闻一下味道。哇，哎，那个味道也在哎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好特别的味道哦，跟刚刚煮的完全不一样。好讨厌！你看他那个得意的笑，你看他那个笑，我还吃不到。既然是要消降火气的，丝瓜是好东西，丝瓜也放进来，也不要再炒。哎呀，太诡异了！也不要再冬瓜跟丝瓜没有相遇过，把它放进去，当冬瓜遇到丝瓜，对啊，就变成冬丝瓜。现在就滚到丝瓜软的，这道菜就调完味道就好了。嗯，稍微等一下，这样差不多五分钟，让它好好麻烦。好，滚到丝瓜软就可以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沸腾啊！我的天哪，我好想要吃那一块。哇，那个乐牌，我的天哪！你就持续的慢慢想。那你看这里面的冬瓜有没有？软都熬到软烂。而且那个籽几乎没看到了耶。没有没有，都沉到下面，都沉到下面。它有香菜的味道。就是一个简简单单，我们来讲说是台式肉。好了，我们赶快来吃，来试试。来来来，试试看。不要拍手。啊？为什么？哦，你吃不到哦，谢谢。哎，刚刚讲说炖了一个半钟头，对不对？我也没办法拍，因为我现在手上拿着一块大块肉。很烦哎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肉。我知道。好黄哦。我不要听，我也不要闻。这不是一个多钟头，怎么肉这么嫩呢？汤好皮化，这个汤非常好喝。你看这样一拉就跟骨头分开了耶。胡椒虽然加了多，但是它其实它这个味道是很棒，它不会那么辣的。嗯，没有吃到冬瓜丝瓜，我等下火气会很大哦。你现在就很大，不用等到等一下。丝瓜这样刚刚好，它的脆度也好。你们有人不爱吃肉的吗？冬瓜都完完全全融掉了，对，融掉，它放到嘴巴里就滑掉了。嗯，对。这里有一些那个大蒜的皮掉下来，你要不要？如果说你喜欢吃大蒜，还有那汤里面的大蒜，你说一挤啊，那蒜你一个煮，汤里面有，好不好？回去大家试试看。我可以吃大蒜吗？可以。我们在拍完手嘞 ，say bye bye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下去吃。只有大蒜哦。好，今天谢谢三位喽，谢谢。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食材健康，让我们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。哦，对，谢谢左手边的两位，谢谢健康闲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明晚要吃的美味料理是月见浓蔬菜，每次炒的像是素菜，可都闻到有肉味的，对，有肉香，看起来不太厉害，就炒出来好香。什么叫看起来不太厉害？现在我们直接来倒进来，它的菜更柔软。明天下午6点，晚上10点，超市食材有健康。